今日嘅福音裏面所記載嘅呢一幕，開始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啊，有群眾、經師同埋法利賽人，但到後來只留翻耶穌一人，同埋企喺嗰度嘅婦人。聖奧斯丁咧有一個好靚嘅講法啊，佢話只係留低嗰位可憐嘅人同埋可憐人嘅人。點解其他人都走曬咧？因為本來佢哋企埋一齊喺嗰度就係睇熱鬧，經師同埋法利賽人就係想睇下耶穌點樣去判斷，好能夠攞把柄啊嚟到陷害佢。群眾咧好明顯都係睇熱鬧啦，啊！佢哋所著眼嘅就係罪，因為呢個罪點樣去判別咧？第一篇讀經咧講達尼爾啊，達尼爾啲判別啊，達尼爾嘅名咧其實就係講天主去審判啊。但係 L 即係 EL 即係天主上主嘅簡稱啊，希伯來文啊，單就係審判啊，天主嘅審判。但天主嘅審判同人嘅審判唔同啊，人咧就著眼於罪，天主咧著眼於罪人。所以當所有人都走曬之後，耶穌唔走啊，因為其他人睇就係睇下你點樣判呢個罪。但耶穌就是看這個人怎樣可以拯救他，正如耶穌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我來是為拯救尋找那些迷失的人。約望呢兩次為我們記載耶穌彎低身在地上畫字，兩次有些聖經學者說呢，就可能是耶穌可能是寫那些罪的名字出來，因為他問了那些旁邊的人，你們沒有罪的扔石頭，於是他在寫貪婪、奸淫、嫉妒，提醒人們、就是哎、你都有罪，你自己看看，不知道是否福音沒有講到耶穌寫什麼。不過更加重要的是耶穌用他的指頭寫字，這個呢為約望呢好像很重要，因為說了兩次用指頭寫字，在舊約裡面呢出現過一次，就是講天主。所以我幾話幫你聽，梅瑟在西乃山上面拿的石板下來是天主用手指所寫的，他寫了十戒給以色列人去遵守。不過以色列人離開了這個盟約，不守戒命，於是先知來提醒以色列人。到最後先知說，特別是在阿則哈爾先知、耶拿米亞先知，他說我再不將我的法律寫在石板上面，而是我要寫在他們的心板那裡。天主要來更新這個盟約，很明顯約翰要我們看到的就是耶穌通過這個寫字進入去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去看我們的不是我們的罪，而是他能夠看穿我們最後的人性，我們是一個可以不犯罪的人。所以他對這個婦人說，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過去可以有很多不想提的事，很難堪的事，自己覺得真是很錯的事，很不應該的事，但是時常可以有一個未來，時常可以走一個新的路。耶穌在這裡給這個婦人，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邀請，很大的信心，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正如在这个时刻，圣奥斯定就说了那句说话，到今天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他说圣人都有过去，罪人都有将来。四旬期过了一大半，每年的四旬期呢，到了这个时间，很多堂区都会安排一些修和圣事啊，邀请兄弟姊妹呢办个解，好能够呢好好地准备过圣周。今年呢是很特别很困难不过呢从另一方面来讲，香港教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呢比很多的地方呢其实少很多虽然我们有很多事都做不到，但是仍然可以办个解仍然可以办个解。虽然如果兄弟姊妹觉得有些不方便或者有些担心自己在内心真诚的痛悔这个都可以有赦罪的可以是重新的上主都会给我们恩赐。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每个圣堂的神父全部都在这里准备好的我都很鼓励各位兄弟姊妹如果能够的话就在圣周年之前可以办一个妥当的告解体会上主这一份慈悲无论我们曾经讲过什么事做过什么事自己对自己怎样看法人家对我怎样看法完全都不重要是天主看我们可以从今以后不再犯罪等我们转向他转向这一位不是只是看我们的罪而是看我们是他子女的那一位天父各位弟兄姊妹，面对今天的困境，等我们都诚心热切地向慈爱的主讲出我们的需要。为了今天因瘟疫带来的痛苦，让我们求主垂怜，使众人能恢复和谐，与一切受造之物和平共存。